如果说人生有没有遗憾，我会觉得我认识我老公太晚了。我特别感恩，就是遇到这个老公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老公，因为他都会跟我说，孩子是孩子，但是我们不能把孩子放在第一位，你永远是我的第一位，可以说是很幸运吧，因为有时候你要找也不一定找得到。是的，是缘分吧。我觉得最老土的还是那一句，就是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。对，